好猛哎、欸！欢迎听歌，把人开口。大家好，我是欧良，欢迎收看《黑色金球》。今天就是我一个很 super duper 素意的素意啊，好稳的 edge 感。你真的过得太爽了。没有了啦。你干嘛一直笑？今天我要跟其他的 YouTuber 一起拍片哦，就是黑龙的音乐音乐会哦，大家欢迎。玛利亚桑，哦，黑龙你好，我好久要跟你约会，真的假的？他的想法跟我一样。你不要乱改性化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要跟一个很厉害的大哥叫大元，然后有一个有七轮比我小一点的大哥哥，然后之后就有我们一日约会的黑龙跟玛利亚桑。你不要乱改，就你先把人家放下来啊。没有啦，放在我旁边啦，发小。这次接到的任务呢，就是黑龙，你要送自己最喜欢吃的餐点，私房餐点给其他三位 YouTuber。真的假的？那他们也会分别送给你主餐、甜点还有饮料。好期待哦！我们这次还要谢谢大渊的邀请，他是主揪哦。哦，快笑哦，我先垫一下，给他们我最爱的、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们了。等一下哦，先垫一下，先垫一下，这点应该有开吧？嗯，这个我知道给谁。好，睡好了，导演。啊。快点下，我睡一下，还有大哥要睡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可以起来了。餐点都到齐了，都送到了。好香呢！啊，这个是谁送的？是秘密啊！这个主餐还有甜点和饮料都是不同人送的。你要猜猜看，说谁是谁送的之后，吃完要打电话给正确的人。好的，いただきます。真的好香呢，看起来他们有做 barbecue 呢。这个是牛肉吧？这个是 kimchi 呢。这个有一个亚洲的感觉呢。那这个是什么 sauce？ 叫黑羊呢？加牛肉会很好吃。哎呀，这肉好厚的感觉啊。Very soft， 很贵的那种和牛。所以这个多少？330块。这个便当300哦。对啊，可以吃三个便当。这一种可以在自己的手，你要拿掉你的试用吃。这个是和牛牛五花，然后后面那个是厚切牛舌。我有吃过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嗯哼，就是有我们国家有一些人不吃，他们觉得是好恶心。来，有做鬼。我们国家有秋葵咖喱，他们会拿秋葵切，然后做一个咖喱。那你觉得这个是谁送的？这个应该是牛肉。我觉得最特别的国家有很多牛肉，就是日本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阿布玛利亚。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，你敬我哦，我下次就带你去吃饭哦。因为我跟你讲哦，我比那个蛇王讲哦，因为会跟女生一起讲话，男生讲话那么多，我没有这样子的，我就是 straight to the point。什么意思？要 straight to the point， 又要很情色。不要乱讲。什么意思？你喜欢女人就喜欢她，就跟她讲。我觉得阿布玛利亚只会吓到吧。不会。女生喜欢男生， go straight to the point。以上言论仅代表黑龙哦，男生不要学哦。会被抓走啊？No. 我还不确定。但我真的我确定，大家对，就是日本的对，就认得我。甜点来了哦。哦，碎了嘞！这个我真的喜欢呢。真的假的？对。我还不知道你喜欢蛋挞哎。没有啦，因为这个是秘密啦。可是这个真的喜欢呢，很 Q 很 soft 很软，这样子的。女粉丝先吃，男粉丝先吃。哦，两口吃蛋挞。感觉比和牛还好吃。对呀、啊，甜点是最好吃的。那你觉得这个蛋挞是谁送的？这个我觉得我知道，因为他我上次跟他的影片，我看到他说这个是他最爱吃的东西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我觉得是 Peter 哥哥。蛋挞是我心中永远都是排名第一名的食物。哇，蛋挞是结合了两个我最爱的东西在一起，可颂面包还有奶酪。虽然我这样讲不知道是不是对的，但是我吃起来就是这种感觉。对不对，大哥？记得哦。那你有看他影片哦？有。那你有看他练脸的那一只吗？不要，好好笑，他小他的脸，这样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哦，那个看起来蛇的，
这样子很好，我刚刚有示范，所以可以。如果有你的嘴巴有打开，会很扁带。嗯。不要不要不要。还有还有哪一个？哦，这个。对。哦对。我看他憋得哥哥的这里很紧耶，那个肌肉很紧耶。看不到吗？来劲来劲，让他笑。好吃呢，感谢你。嗯，饮料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好久没有喝这个呢，奶昔。哦。那个阿布玛利亚不要喝这么多这个哦，你会跟那个男生一样哦。对，我们今天很呛是吧？所以你觉得这是谁送的？这个我喝哦，就有听到一个声音，他怎么讲？过得爽爽，就过得爽爽。大家有我们蹦蹦过打，过打。就过得爽爽，就过得爽爽，大家有我们胖胖换挡。嗯。所以你确定答案了？我确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觉得我打电话，他们就会觉得说黑龙很聪明。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等电话吧。哦，我先吃一吃吧。好好好。嗯。你慢慢吃。电话来了，阿布玛利亚。喂，もしもし。もしもし、私はオリオンです。点点点一点点一点点。オリオンさん。嗯。オリオンさん给我送了东西耶。哈，真的假的？你这是送我有香菜的吗？香菜的东西没有。真的吗？不是是雪糕吗？没有，我不会这样子，我不会给你这种的东西的，我会给你很特别、很好的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有想送我什么？我给你的跟你给我的差不多一样，我觉得我给你牛肉，你给我牛肉，你看我们两个哦，一样哦。原来是我给你给我的是牛肉面，嗯嗯。里面最喜欢的。真的哦，啊那个牛肉牛，你不是给我牛肉便当哦？对，没错没错。哦，没错，好吃哦。嗯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个疫情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有时间就一起去吃饭吧。嗯，我的是最特别的，我看到的 UFO special。好好喝，还有我抽到这个卫生纸，很开心。哦，很开心哦。希望之后有机会见面。好，谢谢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バイバイ、マリアさん。バイバイ。はい、对了。再跟他吃雪糕呢？吃雪糕没有人看我不吃，那傻小。那你有 straight to the point 吗？有啊，我有啊。我说下次飞演结束完了之后。什么？电话来了。喂。哎。Hello， 看不到你。哦，你要看我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欧良哥。我是皮卡。皮卡。我已经吃了，我吃的就知道是你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就看到你说你喜欢吃的，然后你那一天吃好认真呢。你吃的觉得如何？你等一下会吃这个吗？我很喜欢呢。你喜欢？对，我很喜欢。我等一下来喝你送的饮料。是哦，你很聪明呢。我也是你猜的猜到的。啊，那你今天没有去运动哦？我在家才运动啊。家里哦。下次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一起去运动吧。一起来练。嗯。有我有看到你上海的照片，很爽。哎、欸，很不错哎。Damn baby， 这个你可以放在你床后面这样子，睡觉前可以看。嗯。我把它当目标，就把它放在门前面也可以放，可是旁边的隔壁的人看到会吓到我。我哎。谢谢你哦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们刚刚在影片都没有讲到蛋挞。没有，我们就是到。心有灵犀。嗯。他也没有讲我给他什么，他就说我给我什么。Oh. 好聪明哦，很牛。听到我讲吗？听到，听到，听到。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你敢吃这个东西哦？你发大了呢。我发大了。嗯，啊，这个怎么样？啊，好像 Chinese。拿到肉，我知道。对。喂，我敢吃呢！我只知道你喜欢喝维达利耶，可是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我很喜欢呢。
意了哦。你家里面有没有很臭？现在？我家里很臭啊。辛苦你了。那是你的卫生纸。对，我的，好帅，对不对？你的卫生纸塞很满呢。累的时候就过得顺顺，你就可以用。过得顺顺。对，过得顺顺，砰砰放大。我刚刚 有喝那个奶昔，我觉得是你给的呢，奶昔呢，好喝呢。对，没错，奶昔是我给你喝的。输了呢，输了呢。等疫情结束以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吃臭豆腐。好，臭豆腐。臭豆腐大胆。啊，感谢你给我吃那个喝奶昔，好喝呢，好喝呢。嗯，我觉得奶昔换豆腐还刚刚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好，谢谢。深坑计划重启。深坑 ，Let's go。哦，那疫情完的时候，我会得了一种吃的臭豆腐哦，我会死了病哎。真的吃饱了。如果你们要看他们，我送给他们的东西吃的怎么样哦，我们就皮特哥哥、艾元跟阿玛利亚美女的频道看一下哦。好不，记得帮黑龙订阅、按赞，感谢你哦。黑色金属，下次见哦。不错，哎，他给我牛，给他牛，就是 connection， 你知道吗？蓝牙的，蓝牙一下就没讯号。没有，因为还没碰到，就是见面的时候就不是蓝牙的，就是有线的。我上个月深坑的时候不会用。这个我跟导演会考虑一下，然后联络你。不能考虑，你先答应而已。喂。你吃臭豆腐，我可以喝奶昔也没关系的，它也会发大。那你想抓小？抓小，抓小。